在找人呢、啊，努力找人。对对对，有请友军单位来支援吗？友军单位，对，我们自己的公司的行政人员都出来帮忙。啊哈，对啊，基本上我们是因为你现在淘金有淘金的问题，对，其他家有其他家的问题。OK， 所以我们还是靠自己。OK， 我们的努力的。现在的这个人力啊，如果说到时候春节真的会罢工的话，影响的譬如说比例大概是几成？现在桃园行情它大概承包的范围大概是将近于七成。那像可能昨天的偶发事件，像这个场景的部分呢，它大概是占了这个三成左右。春节长荣跟桃园这边一起罢工的话，那可能影响多少航班跟旅客人数？平均大概都是落在150到180架左右。好，这边像你像在找临时的工作人员，然后一个小时时薪给到300，但是你们没有长期的状况。地勤处理是一块非常专业的一门，不是说今天我可能就是找几个人，然后我可能在这个工作前，然后开一个 briefing， 然后教导他们在做事。你想想，我们自己出国的行李，哦，包括联航空公司托运的这些货物，如果是透过这些人来去做一个这样不是专业上面的处理，各位的感觉是如何？我是桃勤公司的老员工，在这边呢做了40几年了，每年的奖金一直以来都是要抗争才有，跟乞丐一样，我们任劳任怨的在做工，你们上面都不知道我们的辛苦，私下层很可怜啊，工人啊，哦。很跨不去啊！那疫情期间这段工作有多繁重？我们的工作量一直来到现在都没有减少，反而都还在增加，因为我们人力都少掉了。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，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，味道马上升级。它蛋白质是鸡肉啊，是牛肉还有虾的3倍，更是呢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、燕窝之上。赶快上快点购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 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。